免除洗肾案例，李先生六十岁，住美国旧金山。二零一三年十一月，突然觉得身体非常疲劳，小便浑浊，无法工作，只好辞掉工作，在家休养。医院检查报告出来，肾指数严重偏低，医生说若再低一点，要立刻安排洗肾。李先生听了，如晴天霹雳。 想到要洗肾，心情低落，非常紧张。经朋友介绍，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到旧金山推广点，志工讲解原始点的观念，每天安排两次按推全身，更加强下背部。交代每天用五十克干生姜片熬姜水喝，二十四小时用红豆袋温敷全身。 刚开始两星期，全身按推哪里都痛，但按完后精神好，也睡得香。约一个月后，疼痛减轻，体力比以前进步，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劳。第一次到推广点，脸色苍白，不愿拍照。这张是按推一个月后拍摄，李先生很有信心。 再加上推广点职工的鼓励，坚持每天按推，持续了三个月。医院检查验血，肾指数已回升，体力愈来愈好，开始参加推广点的爬山队。五个月后，李先生发现自己声音洪亮，中气十足。除了爬山践行，每个星期还可以打几次羽毛球、乒乓球。 医生说已经正常，不要洗肾了。李先生真是非常开心。不过，推广点职工建议他不可掉以轻心，不宜过度劳累。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五号，约九个月后复检验血，附上检验报告，肾指数已完全稳定，保持在十五。认真学习手法。 希望能在推广点做志工，帮助大家分享自己的恢复过程。希望大家对任何疾病都不要害怕，对原始点要有信心。只要按照张医师的指示说明，身体都可以变得比以前更健康。李先生现在的体力比生病之前的身体好了好多倍，和太太在推广点。 帮忙装红豆袋是原始点让李先生免除洗肾的，李先生及家人真是感谢张医师的发明，更谢谢推广点所有帮助过的爱心职工们，参加二零一五年六月张医师温哥华原始点讲座现场感恩致谢。